我们已经成功创建了一个叫做鲁斯菲尔 My Ubuntu 的镜像，那么它的标签为 Latest。 那现在我想修改它的标签，设置镜像标签，设置镜像标签，我们可以使用 Docker Tag 命令为镜像添加一个新的标签，语法是 Docker Tag 镜像 ID 加上这个名字。我们试一下 Docker Tag 镜像 ID 叫鲁斯菲尔 Ubuntu， 不是 My Ubuntu 冒号 VR， 为这个 Docker Images。 可以看到咱们增加了一个标签为 VR 的，但是他们的 image ID 一样，说明这个 V2 版是依赖了 Latest 版本的。这就是设置镜像标签。